你国小几年级？六年级。看几岁开始练的？十一岁。几岁就开始玩？他差不多三年级吧。三年级啊。哇塞，十一岁开始练，那你以后要不要来这边报名比赛？再看看吧。看啊，那他在这里看那么多人，看我太对啊。住哪里？中立。哦，中立哦。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脚踢高一点，脚踢高一点。对对对，就这样。哦！来来来！哦！这个真的，这国小真的很强。恭喜你！有没有什么感想？没有。没有，加油，好不好？继续努力。以后冠军了。看，连进。黄子谦嘛。他要认识你耶。很强哦。三个都要参加。年纪最大的跟年纪最小的、啊，这今天是怎样啊？那你那个另外一个伙伴呢？赛外赛事是今天的焦点。加油！稳住啊！哎，怎么？哎，王浩拓，你要不要走？